在进入这个康居大院小区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一个外卖骑手的电瓶车上放了一个大大的快递箱，在这个快递箱里面呢，就有一袋正要送给顾客的星巴克咖啡。当事人的咖啡实际上是通过两家对外进行销售的，那么产品标识的价格和星巴克的正规门店是一致的，他们对外宣称是帮顾客到正规的星巴克咖啡店去购买，实际上呢，他是在出租屋内制作并配送给顾客的。